懂了，是不是能喜欢三星的朋友，喜欢天就是一好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喽。因为你要先不要搞我翻译，翻译在后面。你们先别的意思。有啊，这个。好夸张！哎，你夸张，你看一下。Hello， 现场的朋友们，久等了。我们的活动呢，最后倒数的30秒即将来展开了。哦，真的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呢，在台中文心秀泰看到这么多满满的人潮。我们呢，今天呢，就是呢，要让大家一起来参加呢，我们三星的年度社会周年庆的活动。那我今天现场的朋友呢，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活动主持人 Joanna， 很开心看今天在现场看到大家。那我想今天人那么多的原因，不外乎这就是我们二连霸之后首次公开的一个店长活动， yeah. 是吧？对吧？我刚刚有很确认过了，除了呢是这两位的首次一日店长呢，因为我们前阵子呢也刚好是在台北北部呢也有一个公开一日店长活动，不过呢我们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台中主场，让今天台中的象迷、台中的球迷有机会呢跟着我们 Passion Sister 呢一起来近距离的一个互动。那既然要互动的话，大家先听好我说的话哦。等一下，有认真听的朋友有机会更近距离的一起互动的话。好，那现在的话，我们的店长准备好了吗？好了，哇，听到这个声音，我快融化了。那我想现在大家手上可能有一点点忙，手机、相机，对不对？那声音应该 OK， 可以借我吧？让我们热情的欢呼。Passion Sister， 哇！嗨 ！Hello， 来，我们自我介绍一下，相信大家是认识，但还是自我介绍一下，不免俗。Hello， 你好，我是 Penny。耶！来拍照。耶！你们在拍照的同时，嘴巴应该是可以动的吧？可以。你刚刚已经有声音有培养了，你们在拍照的同时，声音要借我们来。不要再给 Peggy 落气了，再一次，再一次机会。Hello， 大家好，我是 Peggy。哟。Hello， 大家好，我是短鸡。耶、yeah. yeah.。很棒，这才是我认识的上海人。耶、yeah.。好，所以呢，今天呢，一日店长，你们两个人手上拿着什么？是我们要介绍的手机，对不对？对。好，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台呢是我们 Galaxy Z4。那我们的手上呢是我们 Galaxy Z4，这两款手机很厉害哟。那我们来先让 Peggy， 你手上这一款好小巧，对不对？这是我们的 Sleep 嘛，对不对？你拿起来的感觉如何？第一台除了拿起来很轻巧之外，因为现在手机越做越大台，然后女生的口袋可能放很多东西，然后这一台很方便的地方是它可以这样，哇，它可以这样折起来，小小的正方形的，就大概跟我们粉饼差不多大小。我觉得好像可能比一些粉饼还要小，因为你们有用过什么汤什么厚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眼影盒超大的，这个比那个还是这个比那个轻巧太多了，对，而且放在女生的小包包里面也非常方便。没错，所以呢，其实这个呢 ，Galaxy Z Flip Four 呢，它是轻巧好携带，那呢，它女生的小小的手一手可以掌握之外呢，刚刚呢 ，Peggy 有说到啦。它就是可以随时放在包包里面。那我相信呢，两位休闲的时候、外出的时候，没有大包小包，是都是带那个小背包，对不对？对，小背包，这个绝对是。打基金有背一个小背包，这个就可以放进去。对，因为我最擅长的就是背小背包。啊，男生的一个擅长的点不是背小背包，就很习惯带小背包，所以是真的很需要，就是很轻巧、很轻巧的人。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方，因为你们平常可能去工作的时候都带那种大包包，对不对？这个当他在大包包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刮伤这件事。那这一次呢，他呢拥有呢，我们的这个强化玻璃镜面来做保护，所以呢，当你手机盖起来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会刮花哦，真的不用担心。而且像我平常都是习惯背一个大的后背包，什么都塞进去，高跟鞋塞进去，表演服塞进去，手机、钱包、钥匙全部都塞在同一个里面，所以这个。
带到那非常尊重的小表示。对，没有错。所以呢，各位现场粉丝，如果你们想选择这一台 Galaxy Z Flip 的话呢，你也可以放120个星给他，因为呢，他真的是小小的携带车外呢，拥有呢我们的强化玻璃来保护我们的荧幕，保护我们的这个玻璃背盖。好，那讲了这么多的话呢，我要来考一个数学题了，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刚刚这首就可以折来折去嘛，对不对？这个呢，其实我们三星有测试过哦，它可以呢耐受200,000次，然后呢20,000次一天给它折100次，那你来算算看，猜猜看这样可以折几年？5年，你知道又有人给我小 pass， 心算很快，我们的小 pass， 我们后面朋友真的很好，因为五年，因为刚刚下午的时候他在现场，然后就来听我讲，做过功课，有做过功课，很好。所以我们今天的配件组长很善良，直接呢告诉大家5年的耐用度哦。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说，哎，你如果每天这样折100次的话，应该蛮难的啦。但是呢，你这样折，哎，5年不是太大的问题啦。那我告诉你们，手机盖起来很厉害，你们帮我盖起来看看。来，盖起来，前面有个小萤幕，对不对？我亮给大家看。对，按一下。哎，哇！有熟悉女生最爱的什么拍照自拍、yeah. 哦、我们的手机合起来封面荧幕就可以来做自拍了哦，第一排的朋友直接获得这张自拍了，是是，好，没有错，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封面荧幕呢，它支援了快手指令，刚刚呢是双击开启相机，告诉你它有厉害的地方、oh. 你们知道现在就很流行行动支付，对不对？三星有 Samsung Pay，所以呢，你这个小小的画面，你就可以去信用卡支付啊，好方便哦！而且三星还有支援悠游卡，所以呢，你们呢平常如果要搭捷运、搭公车，它就可以直接不用开盖哦，就这样合起来，就这样，就是很优雅的进站，很优雅的就是超商结账都不是问题。所以呢，这只手机就是适合优雅的两位，对不对？对，好，适合优雅的。欣赏很久，刚刚就是你知道我们短信已经就是沉入在另外一台手机了，对不对？来，来看一下另外一台手机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好，这个有一个小小的考核，哇，太棒了，很漂亮。两位刚刚呢在后面的自拍，但是呢，我要请问一下现场的朋友，请问一下三星，它这一次呢在我们这一台 Galaxy Z Fold 4呢有加一个内置萤幕的镜头，有人知道在哪里吗？这个是要三星的粉丝，我相信他一定会知道。猜猜看他的那个镜头在哪？要不要猜猜看？有人知道在哪里吗？猜就有奖哦。有奖吗？只有奖哎、欸，我觉得他们不想认真猜。有没有猜对的人？我等一下让他上台，粉丝福利。哎、欸、呦，中间。好，来，我要你比给我看，你不要给我乱说。来，你要比出来，哪里？好，那边开始准备离开红龙，然后到这边等一下准备上去。哦，厉害厉害！好，这个呢，我要告诉各位朋友，这张照片因为太美了，美到你们没有办法认真看它的镜头在哪里，对不对？好，来帮我开一下相机，来这边有个相机，好，帮我操作一下，让大家解答一下。好，这个呢是我们三星呢，哎、超厉害的这个 UDC 2.0 沉浸式萤幕下镜头。为什么要做这个镜头？告诉各位朋友，你知道吗？有些是手机啊，有那个字啊，有那个刘海啊，那你在进去的时候，哎呦，看得很不顺眼，对不对？所以呢，当你可以变成萤幕下镜头的时候，我有需要他再叫他出来，不需要他，我现在不需要他了，来翻过去。他就不见了，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哦，那展示给大家看，你们现在看到了什么？他们两位店长正在帮你们拍照，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前置萤幕预览，这个功能是对女生也很好用，其实对男生也很好用，对不对？没有，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男朋友都不会拍照啊，因为我看在网络上很多都是女友上去就说什么啊，我男朋友，对啊，我男朋友都会拍照啊什么的，这个真的很需要，就是女朋友呢开始那个模式之后，人体想象，哎，再往右一点，再往下扣，往下扣，可以自己扣，就可以把那个脚长把它拍出来，对不对？直接人体操控。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人很需要，就是你知道餐厅的店员吗？今天都很失控，而且拍照了，都没有动车，而且我们不好意思请他多拍3张，他可能会先生气。毕竟那也不是他们的工作。对呀、
我们的工具准备好，然后让他们呢可以帮我拍出美美的照片。好，所以呢这支手机呢是 Galaxy Z Fold 4，它有三个颜色，水从绿、迷雾金跟幻影黑，然后呢打开这么大，有 7.6 寸。那、啊、你再帮我盖起来，喂，另外一边，哎、这边6.2 寸，什么意思呢？哎，各位朋友，当你呢今天在滑手机、在走路的时候啊，要单手操作的时候，就用6.2寸的封面屏幕。那当你今天有空的时候，你想要打开看更大的感觉跟拍照的时候，就用7.6寸。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 Galaxy Z Fold 4呢，哎，小巧好携带的，算是小平板了，好不好？我们这支手机真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多。那除此之外，这支手机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支援一支很厉害的笔，这应该也都是呢短镜头平常生活上应用得到，对不对？因为呢，其实你们是都平常都很常用 IG 的，我们平常都是小画家来着。对，因为其实这个是算是我的一个隐藏的专业啦，比较不为人知的。其实呢，对，我平常是有在作画的习惯。虽然你们笑的，就是好像都没有这件事，但其实呢，我也是在写生。对，我其实平常是有这个作画的习惯。好的，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好，所以呢，等一下你是要用这支笔来作画吗？对。好，算了，不要我用。用笔笔也是。没有啦，我们等一下用这个铅笔就好吧。好好好。用这个铅笔就好了，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才可以加入。我怕你画太好啊。哎、其实我或许也是。哈哈哈你们两位店长也在加码呢。好啦，我们刚刚不是有挑选一位那位很认真的朋友，对不对？他应该已经来到后面了。没有，他还在。啊，对，还在。Hello。你知道那边到这边很远吗？不，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让你过了，你可能工作人员要引导他一下，因为你等一下获得用这支笔，然后呢，门开完之后他帮你签名，有没有很棒？也很棒哈，对不对？因为你很认真，你不仅仅是像你，不仅仅是像你不是三星粉，这个我觉得这等一下认真话。好，那现在我要再找一位三星粉，在这里面我要找一个认真的三星粉。好，你们找一下他，然后找一位三星粉，我们再出一个问题好了，因为我们希望有两位一起来互动。对，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要出个问题，你们想想看，刚刚我先这样介绍完，然后他们呢，出一个不要太难的了，可以鉴别他们有没有认真听众。好，再来问一下这个屏幕大小好了。哦，有点难哦，但我刚讲好多次。有两个尺寸，要打开的镜头才能。打开好了，那打开我给他一个range好了，好，因为我怕太难了，八寸以下，啊，七寸以上，啊，好多数字，八七到八之间，看有没有人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来告诉我好不好？有人知道答案吗？它是几寸的大屏幕？赶快哦！是有人举手？有人举手吗？7.2寸，点点来这边有人举手。7.6寸，哎、啊，右边的朋友好像有认真，有认真，好，你，就你了，好不好？那、啊、你赶快动身，啊、哦，不要让我们的这个整个流程拖到，啊，已经来了吗？好，那我跟你说，等一下呢，我们就是让粉丝上台跟你们来做个合照之后呢，再用那个 S Pen 来做签名，那等一下呢，可以让大家看到 S Pen 的奇幻功能，好不好？知道说 S P 能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来，我们第一位粉丝在哪边？好，来到我们的前面。啊，我把那个时间交给大家，自己问一下。特工。好了。我不知道现在在台上那位向明他的手机是什么品牌的、啊？没有，不要，是我们的吗？真的是啊。哦，台湾！真的选到三星粉呢、欸。好，来准备第二位。好，你可以快速分享，你还可以呢 WiFi 的 rate。找不到第二位。找不到第二位在哪里？刚刚走过来了，穿黑色衣服的，请你踊跃的，就是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相认。好。
那如果第二位来呢，他不是用三星的手机也没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三星呢是很包容的，是很爱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呢，我们有个快速分享功能。那个快速分享功能是什么呢？像是刚刚这个卡位在第一排，有跟我们的短镜头自拍的，你们等一下就找一下工作人员，你们可以用快速分享，只要有个 QR code 告诉你，你就可以把你的走三星上面拍到照片分享给大家。所以呢，各位朋友，你以后拿三星的手机要跟朋友聚餐，你人生会有点忙，因为呢，你会担任拍照手，因为你的相机拍起来最漂亮，然后呢，你还要负责分享给大家。好，所以呢，三星的手机买下去，身负重任。好，我们在等待的同时呢，顺便介绍一下这支手机呢，这两款都拥有120赫兹的更新率，所以呢，喜欢追剧、喜欢打手游都可以来到福堂，可以跟我合影合照。好，喜欢追剧、喜欢打手游的朋友呢，一定要首选这两款，然后让大家可以在家里就可以用到这么棒的手机来追剧跟打手游的。好。所以呢，这个快速分享功能呢，其实不管你是不是三星的手机都没有关系，等一下呢就可以让大家呢用这个快速分享东西去分享，然后把你的照片下载下去哦。好，那我们今天活动现场呢，刚刚介绍了这两款手机嘛，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有印象的，因为呢一个6.7寸则小，小到跟笔筒屏幕还小，我们好期待；一个呢是我们的7.6寸，可以再则小。像你呢？哎，男生牛仔裤口袋那彩的那种出门，因为我知道男生很多人呢，包包呢都不是很常带啊，然后都很轻便的出门，所以呢，其实这两款手机都是让大家轻便好出门的。好，那最后来重要的环节，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店长，我们今天来干嘛吗？还记得我们还有个工作吗？最重要的竞标活动哦，很棒，因为我知道我很怕店长呢没有在状况内，那我们等一下要标这个。Galaxy Buds 2 Pro， 那这个呢？我告诉大家非常厉害。那在活动开始之前，先讲解一下规则。规则是什么呢？等一下标多少卖多少，价格会不可思议哦。可能是5折，有机会吗？6折、7折，有机会吗？说不定是1.2成。